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个人，梦里我和他走过一段路。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，星星真的会奔我而来吗？会的。你这物质里像经理的经历是什么？江姨，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你会盼着回来吗？我来到这个时代，因为遇见你，我的人生早就变得更有意义了。你能不能留下来啊？因为我留下来。我答应你。你还有选择吗？向秦宇。如果那个凶手真的跟我一起来到了这个时代，万万不可把阿影再卷进来。你的手为什么会变透明？是不是证明你就要回去了？我就问你一次，你真的爱他吗？只要有我在一天，我绝不会让他受伤。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，相遇只是一瞬间，等时间到了，他们自然就会回到自己的位置了。希望这个故事能有一个好的结局。那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改变这个结局。